Hello， 大家好。我的亲爱的大家好，亲爱的大家来了，嗨嗨，谢谢来了来了，爱你们。是不是有两位了呀？记得要分享哦，然后那个帮我邀请朋友来。今天又要跟大家聊一些，就是那个保养啊，然后聊一些那个，这次呢就没有穿衣服了，这次就没有来穿搭，这次就是要来聊那个保养。然后如果大家在今天有什么平常想要问我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就直接问我，然后我都会就是陪你们，然后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好，先帮我分享哦，激情志军。嗨，今天就是来聊有关于泥膜这个女生的保养。然后上一次我也是蛮开心的，进来的朋友，嗨，小晴 ，Hello， 小晴，耶、yeah ，对，就是呢，上一次我就是蛮开心的，那个时候，但是那一次直播是在那个，就是在那个美颜世家的粉丝团直播，但是这次就直接在我自己的粉专直播，因为上一次大家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跟到直播，就蛮可惜的。那你们要记得哦，先帮我邀请好友，邀请三位好了，先帮我邀请三位好友，然后呢，邀请完之后呢，就是你可以打你的愿望。就是我这边有写嘛，就是你就可以打你的愿望，说，你觉得哪个海藻泥是你比较需要的？冰河泥跟海藻泥有两种，然后冰河泥的话是针对亮白的部分，那海藻泥的部分是针对控油锁水的。所以呢，你们就直接在那个直播中许愿，说你们最需要哪一种泥膜。然后我今天的直播的话，可能会开一到两个小时，就是看人数状况。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，就先分享，然后邀请好友，然后许愿一下。对，那个静晴说最喜欢海藻泥，就是你两个都喜欢就对了。哎，你上次有敷了吗？上一次你不是有买两罐？然后你有收到对不对？长痘痘的话是海藻泥的部分，海藻泥的话是控油锁水的。对，大家可以先分享，然后我们先等人数进来，先分享直播，然后或者是也可以分享到社团，因为这一次的话刚好是有就是很划算的价格，所以想说就开直播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购买到非常便宜的价格。对，怎么样？用的如何？赶快跟小晴分享。而且我现在是素颜耶，小青，我现在是整个大素颜，你就能看吗？现在素颜哦，完全是超级素的。谢谢，已分享了，对不对？谢谢。那我自己也来分享一下好了，说到底谁会进来看我直播？来来来 ，Hello， 君安来了，谢谢。小青呢是最喜欢海藻泥膜。小晴最喜欢海藻泥膜，那我自己也来分享一下好了。我们先等人进来好了啦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先聊个天。真的吗？肤质很好吗？但是你知道我整个大晒黑耶，就是我整个大晒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是很常跑来跑去嘛，然后我前几天又去台东，刚从台东玩回来，然后觉得哎，台东真的是好山好水。还好没有很无聊，对，就是台东呢，真的是风景很漂亮，那个 view 真的很漂亮，不过就是太阳还蛮大的。好，我自己先分享一下，然后我去雾眉毛啦，我去雾眉毛，等人进来好了，就我雾个眉毛，咱想说雾眉毛很方便啊。嗨，君安，帮忙分享，然后帮我就是邀请三位好朋友，邀请朋友进来看这个直播，好不好？然后今天只要在直播中呢，我再说一次好了，就是今天有在直播中就是购买跟我购买泥膜的话，就是这个，因为我拿到很便宜的那个价格，就是如果有购买泥膜的话呢，我都会登记下来，然后在下个月的时候呢，我就是会抽出我的润润幸运儿，然后一样就是会送出我自己的礼物。对，
Hello， 志君，谢谢，还要谢谢小青啊跟季晴的赞美。我们先等人进来好了。对，赶快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两个，什么不是两个？就是两个啊，就是总共有两个面膜。Hello， 嗨，分享记得邀请好友，邀请好友，然后大家可以刷留言，就是你们可以打说你们最近的皮肤的困扰，或者是说你们对美颜世家的印象，就是你们有没有用过他们家的商品，美颜世家他们家的商品。然后我现在是素颜，然后有一点点就是暗沉，就是晒黑了。然后我就是等一下会直接敷泥膜给大家看，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后面十分钟后的那个肌肤的改变。对，邀请好友，对，两个三个都可以啦，只是你邀请比较多的话，我会蛮感动的，我会蛮感动的，之后就会就是要更常常开直播，有没有？想说先来试一下水温好了，就是我的直播到底谁会看？所以你们要记得要留言哦，像小晴这样子，还有季晴留言、按赞，然后分享、邀请好友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对，我自己先分享一下好了，你们应该都有分享了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来分享一下，分享直播，分享我的直播，对。那你们最近有去哪里玩吗？小晴跟季晴真的非常恭喜你们耶，就是你们就是又抽到了礼物，对不对？就是真的平常如果有很常跟我互动留言的话，真的很容易就是会抽到你，就是不晓得为什么，对，就是很容易抽到。然后我今天声音应该不会怪怪的吧，我今天声音应该 还可以听吧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快感冒了还是怎样。好，有分享了吗？我的宝贝们，你们有没有分享了？有没有分享？有吗？谢谢。对，有分享了吗？好，好。然后呢，就是我真的很开心耶，就觉得很有你们真好。对，在我这边。但是也是因为你就是平常都有在真的就是支持然后关注这样子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有的时候发贴文的时候啊，然后就会很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回复，就是其实还蛮玻璃心的，但是还是会坚持下去。好啦，不要再废话一大堆，今天其实我的话真的就是我真的可以讲很多话，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会分享这两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然后就是如果是在直播中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喜欢的话，然后就是真的是听我的推荐之后呢，你们觉得是怎么讲，就是你们觉得真的很值得买，应该说真的很值得买，因为价格真的很便宜。上一次如果有买的大家呢，也可以就是在底下留言好不好。小晴应该还在吧，小晴、志君还有那个 Open， Hello Open， Hi。 对，大家可以多多的那个多多留言哦，你们可以随便打字，随便多多留言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会就是事隔30分钟，然后我会抽出一位，然后我们会抽到十位，总共有十位，所以你们要多多留言，一直留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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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如果留言的话，真的是还蛮容易被抽到的，真的，我有试过，嗯。好，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两款面膜。泥膜就是我们平常是不是都会敷面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敷面膜跟泥膜它们的差别呢，就是说面膜的话是要拆掉的嘛，然后就是又很怕掉下来。你们平常比较喜欢敷面膜还是泥膜？其实泥膜真的是很方便。谢谢 Open， 谢谢你说非常的幸运，在我这边都可以抽到你，对不对？现在俊安还在吗？俊安。我觉得俊安也真的很需要敷面膜耶，不是面膜，是那个泥膜。你说你有用过美颜世家的火山泥，真假的？所以小晴大概都多久敷一次泥膜？你敷的那个火山泥是会有点热热的，对不对？是那种会比较热热的。对，记得那个分享直播，分享直播，然后邀请朋友，然后记得要留言分享邀请。其实很懒耶，面膜比较方便。那我等一下再跟你聊说为什么这次泥膜可以买呢？
他要去睡了，没关系。他感觉女生的话题比较无聊，但是不会。上次我在那个非常柠檬的时候，也有男生就直接就买了四罐。好，那我就是要直接讲了，它是有两款，这个是他们家的新品，就是天然的保养圣品，然后是真女人系列的，然后它有两种，对不对？音乐会不会很大声？这样听得到我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这个是海藻泥，然后跟冰河泥的。然后我等一下，我直接敷在脸上。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是混合性肌肤，对。如果有平常有在看我的文章或者是我的一些内容的话，就会知道我的肌肤是混合性肌肤，就是我是T 字部位很容易出油，但是我的脸颊是比较容易偏干的。那这个时候凝膜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可以分区块的。它可以分区块敷，例如说，如果上一次没有跟到直播的话，这次就可以稍微听一下，就说凝膜到底要怎么使用。其实凝膜的话呢，不是说就是整张脸一起使用，其实当然也是 OK， 但是可能没有对症下药。就例如说，像我自己是混合性肌肤嘛，那我平常在敷的时候，我就会分区块使用，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个。Hello， 谢谢皮皮，应该叫你皮皮吗？哈。然后就会有这个专属的泥膜刷。上一次有买的人呢，是不是可以先拿起来敷了，边听我直播边拿起来敷，对。然后我现在润润是整个是素颜的状态，所以今天刚好跟到我直播的话就可以看到我素颜了。然后后面是我家的猫咪，对。然后呢，记得要先分享，要邀请好友进来哦，对。然后呢，就是会有这样，就是会有一个泥膜刷，然后就可以让你自己分区块使用。现在还有谁在的？在的就是帮我回应好不好？然后记得多留言，然后多跟我互动哦。记得多多留言，谢谢。就是你们可以说你们最需要哪一种泥膜，应该是都需要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就可以分区块。像我这边如果比较容易出油的话呢，就可以用泥膜刷，然后去做一个区块的那个敷脸的动作。凝膜其实跟面膜的差别就是说，凝膜它就是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衡量说你今天想要用的量，对，今天想要用的量，嗯，谢谢。就是我今天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如果今天有购买的话，在这个月的这个月之后，我自己个人会做一个统计，然后在下个月的时候，我就会抽出的幸运儿，然后我就会自己包装一个礼物送给你。好的，小晴在。小晴是不是第一次看到我本人？第一次，应该跟照片没有差很多吧？因为其实真的有时候都会觉得，到底要不要开直播？对，但是应该是不会差很多啦，就只是顶多没有化眼妆，对，顶多没有化眼妆。好呢，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取量，就是你可以自己说，我今天想要敷多少，我今天想要用多少的泥膜的量这样子，对。然后为什么主要什么会想要推荐他们家的泥膜呢？就主要是他们的成分的话都是植物萃取的，所以就是说用在脸上自己会比较安心一点。还有谁在？现在是季晴跟小晴，还有谁？对，好的。Hello， Elisa 是吗 ？Hello， 是 Elisa 吗？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声音很大声，或者是我很吵之类的？因为我的声音真的是还蛮大声的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是我会先敷这个，但是我今天对大家帮我按赞，然后帮我按爱心好不好？让我下播的时候可以看到我有满满的爱心跟满满的分享，好吗？对，然后呢，没有差很多。谢谢小晴跟志军，你们人真太好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像控油锁水的话，控油锁水跟这罐这个晶透亮白两罐呢，我今天就是会敷在就是我的脸各边，然后各一半这样子，对，今天各一半这样，想说先让你们看一下差异好了，对，好，那我就是先来敷这个好了，控油锁水的，先给瑞粉粉看一下控油锁水的，然后上一次那个。上一次是只有那个季晴，目前在线上是季晴有买，对不对？你上一次是买多少钱去了？好，打开了，打开之后呢，就像这样子。嗯，其实讲到保养，真的大家都会，就是只要身为是爱漂亮、爱自己的人，都会就是会看这个直播。好，然后打开之后有一个这个 ，OK， 它就会像这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像我自己的话就会。
把这边把泥膜用来这里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啦，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说保养品看起来脏脏的，对对，然后就是不喜欢保养品看起来脏脏的。谢谢小琴，爱你哟，谢谢志君，两个500多是吗？哦，一个是229，不到500多啦，440几块，对。然后上次有一个粉丝。上次有一个粉丝买了10罐，你猜多少钱？猜看一看，猜对的亲你一下，猜对的亲你们一下。好，然后呢就是这样，就把它弄干净了，然后之后再把它擦一擦。今天的直播跟上一次有点比较不一样，今天是比较深入的。然后呢就是在敷泥膜之前呢，一定就是会先喷好化妆水。然后就是过程呢，就是卸妆，然后洗脸，然后洗完脸之后的话，就是就可以直接卸妆洗脸，谁可以帮我打上去？卸妆洗脸，然后化妆水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泥膜，然后泥膜卸完之后呢，就是精华液，然后跟面霜这样子，然后后续呢就可以就是擦防晒，然后就是粉饼蜜粉这样的一个上妆的一个程序才是正确的。那我就先敷咯，好不好？我先敷，就是这边，这边是你们的右边还左边？这边是你们右边还左边？然后就直接敷在脸上。等一下哦，直接敷在脸上。它很好推开耶，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有点像是SPA 的那个香味。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泥膜大约是可以两天用一次，它是可以频繁使用的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快点分享直播，分享，然后邀请好友，对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子，他们家大概是可以2至3天使用一次泥膜，然后你们可以分区快用，就是不一定说我一定要不一定要说就是只能用一点点或者之类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你想要的用量这样子。现在小琴跟季琴志俊应该还在吧，然后 open 在吗？ open 你看很服帖。然后敷泥膜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跟肌肤就是呢刚好是对称的，然后记得一定要盖住毛细孔哦，知道吗？一定要盖住毛细孔。到底现在有谁在？好，爱死你了，小琴。卸妆、洗脸、化妆水，然后就泥膜。泥膜结束之后呢，就是那个 ，Hello， 怡君，亲爱的大家，怡君帮我分享跟邀请好友，赶快冲一下人数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等一下30分钟呢就会抽出我的幸运儿，然后会送出这个泥膜刷，然后今天呢会给大家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，然后去购买我今天使用的泥膜。因为泥膜上一次，厂商好像没有进来，为什么姨没有看到直播？有人命我说没有看到直播，我现在来回应一下。奇怪，你们每次都说加一，然后结果奇怪怎么好像都没有人进来？等一下哦。我直接把那个连结直接贴上去好了，连结。你知道吗？上次我说我要开直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就是疯狂加一，然后结果奇怪怎么都没人。乙应该进来了吧？进来先分享邀请好友，然后记得留言呢。对，谢谢怡君亲爱的，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。对，然后呢就是。邀请完之后呢，大家可以多多留言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就会30分钟，然后抽出一两位的一个幸运儿这样子。好，我刚是敷到一半了 ，OK。Hello， 姨进来了，快点来跟我们一起敷泥膜。总算是看到我直播的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本人就真的就是蛮吵的这样子，然后声音很吵，你们应该不会觉得我很吵吧？好，然后呢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小 tip， 就是说你在用这个泥膜的时候，然后顺便讲给上一次有买泥膜的人看好了。真是的，哪有？你才越来越漂亮了。就是要先讲一下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你敷泥膜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千万知道自己今天要用的量有多少。像我刚刚只是把那个瓶盖泥膜这样挖上来嘛，那就是大概就是你可以，我今天可能要用的量是这样子。
然后之后呢，这边就不要再去用到它了，就是要保持新鲜跟干净，然后放在阴凉处，这样子保养品呢用在脸上才会是新鲜的，然后不会造成说你的肌肤上就是还会长一些粉刺或者是痘痘。对 ，OK。好，然后最近瑞瑞就是有点晒黑了，所以这一次敷泥膜呢才会更有感觉。谁可以帮我打价钱上去 ？Hello， 嗨，嗨，来跟我一起敷泥膜，对。好的，然后呢，大家记得那个分享直播，然后跟邀请好友，邀请几位，邀请两位到三位都可以啦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好啊，我用到我头发了，没关系。OK， 然后敷泥膜呢，记得一定要就是顺着自己的肌肤的纹路。OK， 哎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啊？你们都没有问题要问我，你们不要那么安静好不好？不要那么安静嘛。它等一下会慢慢干掉哦，谢谢，不要那么安静，快点一起热闹起来。就是我现在敷的这边呢是绿色的，是控油锁水的，然后我等一下一边敷在一边跟你们讲它的那个功效在哪里，然后你们适合哪一种，或者是说你们也可以两个一起敷，是可以两个一起敷的哦，不是说整张脸都要敷控油锁水，因为每一个区块的肌肤的状况都不一样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看镜子说诶，奇怪，我的鼻头怎么感觉好像很油，但是我的脸颊好干哦。但是你这个时候就是不能用同一种的一个保养方式，你要针对区块然后去做保养。好，我应该不会很吵吧 ？OK， 好，然后就是顺着你的肌肤的纹路，然后它这次的价钱就是。跟上一次一样，对，就是直播的价格，如果你们觉得不错就可以赶快下定，就是1到3罐是 229， 然后4到9罐呢是 199， 就是每罐它是分罐的价钱，对，然后10罐以上的话呢是 119， 等于说如果买10罐看完直播然后买10罐的话是 1190， 谁可以帮我记下来泥膜的价格，对。然后上次我稍微 Google 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泥膜的部分呢，泥膜的部分在默默台一罐是399。好，谢谢亲爱的小晴还有大家，真的我太感动了。这样子就是大家如果一直那个在我直播非常热络的话呢，我就会以后会更勤劳开直播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这样就敷完了，先敷一半一半。哦，没有，那个这边也要敷。对，十罐是1190，谢谢，我都记得，就是今天好。然后今天有购买的呢，在下个月我会一并登记。然后今天有购买的话呢，就是要直接私讯美颜世家，不是私讯我，对，要私讯美颜世家，然后小帮手跟小编呢就会帮你们就是做一个那个寄送的部分。Hello， 怡君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先分一半一半了哦，有没有像绿巨人？啊，好像绿巨人哦。谢谢小晴，对，十罐是1190，而且是免运费，等于说一罐是多少？119，对。噔噔噔，好，其实你们可以稍微 Google 一下，这个很多人推荐，对。好。Hello， 进来的朋友们 ，Hi， 刘伟，然后记得分享跟邀请好友哦 ，OK。好，如果今天有人看我直播购买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打个加一，或是加二、加三、加四，或是加十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会下个月我会，就是我会登记下来，然后我会自己抽出就是那个幸运儿，然后送出我自己选的礼物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分享，然后邀请好友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打打说你们喜欢美颜世家的什么保养品，你们喜欢海藻泥还是那个冰河泥，还有谁在 OK， 好，这边已经敷完了 OK， 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要敷这个，另外一边的话是美白的，然后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那个泥膜它会慢慢的变干哦。好，没问题，当然好。然后呢，记得那个你的那个泥膜刷要把它洗干净，然后再用另外一罐那个冰河泥。
我觉得这个用讲的比较没有什么，比较没有什么感觉。这个要大概是过个十分钟之后，你们会看到柠檬慢慢的干掉，然后我卸完的时候的差异性。因为上一次我卸完之后啊，大家整个就是觉得也太神奇了吧，然后就一直说要买几罐几罐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冰河泥，就是美白的，变干再冲水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我自己是有这个。我自己是有这个，然后是可以干湿两用的，然后沾水，然后把它卸掉，对，然后或者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就是直接那个用直接把它这样清洗掉也 OK 的，只是如果搭配你的那个卸妆棉的话，可能是会更好的。好，嗨，对，没错，好，等一下哦。你醒啊，来了，平平你来了，平平今天总算是看到瑞瑞素颜了，要看一下说瑞瑞到底本人跟照片有没有差，就是这个时候了。我洗干净哦，一定要洗干净再用新的，再用另外一个冰盒你 OK， 一定要洗干净好吗？洗干净，其实我以前真的不懂，其实我以前真的是很不懂的怎么用这些保养品，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女生一定要就是要漂漂亮亮的，然后肌肤一定要漂亮，就是认真的保养它。对，然后泥膜现在都越做科技越来越发达了，就是可以两三天就可以使用一次泥膜。对，那你就是可以分区块用。好，我现在要敷这个冰河泥，它是针对亮白的，亮白锁水的灰色的。现在还有谁在敷好的是抗痘的？没错，聪明，快点记得要多多互动哦。然后今天有购买的呢，就是可以购买到非常划算的价格以外呢，那我还会登，就特别登记有购买的那个瑞粉粉，然后在下个月我会再送出那个瑞瑞礼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很舒服哎，谢谢你有没有在敷？谢谢小七，它其实有点慢慢干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它已经慢慢的干掉了，因为它会就是遇到空气之后呢，它就慢慢的蒸发，之后它就慢慢的干掉，然后等到大约是敷个十分钟，对，敷个十分钟之后再把它洗掉。耶、yeah! ，好，凉凉的好舒服，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平平终于看到你了，就是我先敷一半一半给你们看，那你们自己回去敷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可以分区块敷了，嗯。那个平平，那个晴晴，对不对？是晴晴吗？可不可以在我的那个粉专都叫你们就是叠字，像怡就是怡怡，然后怡君就是君君，然后季晴就是晴晴，哎，这有两个晴哎，那你就是猪猪，然后那个晴晴就是晴晴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谁？志君不见了。好 ，OK， 然后呢？但是你们如果你们要赶快加一，然后加一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在我的那个直播那个下面打加一或者是加二。那这样，怎样？我念错了吗？我念错他的名字了吗？骗人！我念错了，不可能，那是晴，没错啊。你看哦，好，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很好用哎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，就是你看我这样一抹上去。是，你看，是不是整个就是很好，很好敷，很好抹。层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对不起，亲爱的，还没洗脸，没错，还没洗脸。志君，你真的，我觉得你真的要敷哎，志君。而且这个针对那个有时候晒黑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晒黑脸会暗沉？晒黑是不是脸会暗暗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会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什么那个精神。你那个时候敷泥膜，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变得很好，然后皮肤变好之后，你就觉得你皮肤变亮了。谢谢依依，爱死你们了！我就看今天到底有谁会待到最后。好啦 ，OK， 好。那我就是敷完之后，我再好好的跟你们就是聊天，这样好好的跟你们讲一下这次的直播。OK， 泡沫很疗愈，对不对？层层层层啊，
侯佩岑的岑对不对？我居然念错，好丢脸哦！对不起，我跟你一直沟，对不起，亲爱的岑，我居然念错，好丢！哎，不要笑我哎。好，亏我还是布洛克，对不对？真是受不了，亏我还是布洛克兼主持人呢，怎么可以念错人家名字啊？真是。啊，这样子，你的赠品我要多放一个那个小礼物了，放我的签名照好不好？字典哦，怡君不见了。对啊，你看他这边慢慢变干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吗？这样子近距离看一下好了，已经有点慢慢变干了，这里慢慢变干了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吗？就是肌肤比较薄的地方就会更容易变干，对，应该蛮清楚的。而且它里面有加那个海星的萃取精华，然后还有植物萃取的成分，所以它没有加入那个酒精跟香精，所以你只要闻到的柠檬的香味呢，就是它里面的植物的成分里面自然散发出来的味道。好，我刚已经敷完差不多了，记得一定要盖住肌肤的颜色，就是要完全看不到你肌肤的颜色。像我今天敷的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我肌肤的颜色了？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再多补一些，要把它这样遮住。Hello， 是谁？是培培吗？这个是不是培培？培培好久不见，帮我分享哦，跟邀请好友。你看你这样要整个盖住它。OK。好，盖住它之后呢，就可以停止动作了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敷完了，是不是敷得很整齐？因为这个凝膜刷太好用了，然后这个太好敷了。好，敷完了，敷完之后就可以好好跟你们讲话了。有没有觉得我很碎念？就是我的那个可以讲很多话。还有谁在 ？Hello， 培培，好。志军应该是皮肤比较暗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可以用那个冰河泥，就是针对亮白的部分，就这一罐，我就让你们看一下这罐。这罐是冰河泥，它是针对亮白的部分，就是肌肤比较暗沉，或者是晒完太阳晒后的时候使用。然后像我有时候就是心机还蛮重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像早上的时候也可以敷，如果是。早上的时候呢，就是出门之前，那时候不是要擦化妆水、乳液，然后跟防晒嘛，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加入一个凝膜，先做保养。然后保养结束之后呢，你再上妆或者上精华液啊、乳液都会非常的好上。还有谁在啊？还有谁在？还有谁？然后，哎，今天美颜师家的小编不见了。对，然后就是看完直播的话呢，就是在直播中如果有加一的话，就是现在非常的划算耶，现在是229，就是每罐229。然后谁可以帮我记一下，亲爱的，我的哪一位亲爱的可以帮我记一下？好，谢谢晨，爱你。哇，哎，我现在不能大笑，所以你们现在不要讲笑话，因为我真的很想笑。好，就是呢。一到三罐，每罐是229，然后如果两瓶吗？两瓶就是229加229，可以问那个呱呱，呱呱，呱呱，你上次是买两罐对不对？那你跟那个君君一样，怡君，君君他问两瓶是229加229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四到九罐一罐是229，然后如果是你买四罐，就是只要有满，好复杂、哦。就是只要有满的话，就是一罐是199，对。你看，慢慢的干掉了这边，而且它是针对毛孔跟粉刺的话，长期使用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明显就是比较不容易长粉刺，然后跟不容易长痘痘，因为就是有控油锁水这一罐。哎，抹到我的手了，等一下啊，就这罐这个控油锁水的，而且你们看我刚刚敷上去的时候，它是很滑顺的，所以它的保湿度是够的。呀，用到我的啾啾了，我的啾啾也帮他敷面膜了，我的啾啾，好，对，就是你只要买三罐以内的话是229，然后四到九罐的话是199，四到九罐每一罐是199，那如果你是买十罐的话就是1190，哦哟，好，1190，对，没错，好，对。
志俊是两哎，志俊清洁就是这罐啊，清洁。你平常会容易出油吗？或是长粉刺的话，就是清洁。因为我是以看照片为主啦。对，你照片应该就是比较常晒太阳，然后比较暗沉的话，可以用这个亮白的，或者是你可以搭，就是你可以搭说，我想要两罐不一样的，就是你可以美白的，可能就是可以两三天用一次，或者是你觉得说，哎，分区块敷很麻烦的话，其实就没有关系，就是可以针对亮白的部分。对，两罐是458，是不是很便宜？然后你们可以去查它在Momo上架的价格是一罐是399，对，所以直播的话就真的就是分享非常便宜的价格给大家，就是你们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买会比较便宜，在我的直播买最便宜了，记得要分享，然后记得要多多留言哦。咦，跟君君不见了，君君没去啊，君君 ，Hello 大家，亲爱的大家，记得要分享跟邀请好友。而且我是不是有点快感冒？我觉得我声音是不是怪怪的啊？还有谁进来？我看一下谁进来了。谁进来了？现在有，对，先分享，然后跟那个记得留言，对。然后或是你们有用过美颜世家什么商品吗？对，好。欸，我刚讲哪里去了？超对的，就是两罐是458。那如果是出油跟痘痘粉刺的话呢，就是针对这罐。对，你很棒欸。谢谢君君，谢谢你在 follow， 真的就是这个，对，控油锁水的，就是针对出油、痘痘跟粉刺，嗯，然后不要跟我说你们都没有在敷面膜或泥膜，对，就是应该说，干嘛吓死宝宝？哎，不要让我笑，快点跟我捧场买泥膜啦，泥膜男生也超需要的，好，谢谢。谢谢我的晨晨，爱死你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瞬间变成我的直播的场控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那么感动，爱死你们了。对，然后就是一到三罐，一罐是229，四到九罐，一罐是119。如果满十罐呢，总共是1190。那如果你在某某台的官网购买的话是399。那如果瑞瑞直播购买的话是最便宜的，还不赶快下单啊！欸，我现在真的不能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敷泥膜的时候千万不能笑，因为会有皱纹，会有细纹。所以你知道，有时候就是跟姐妹在那边敷泥膜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搔你痒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非常想要大笑，然后呢就会有细纹出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现在要非常认真跟大家讲说，赶快在瑞瑞的直播下单买泥膜是最便宜的。我怎么瞬间变成包租婆在搞笑了？哎，逸轩，逸轩，帮我分享跟邀请好友三位，然后我的啾啾也碰到了，对，三位哦，三位，两位也可以，三位，对，对，然后你看，已经慢慢开始在变干了。然后像就是大家都知道，我平常如果用保养品的话，我都很注重它的成分，就是我在选择保养品的时候，我都是会很注重它的成分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方式不重要，但是我觉得保养品的成分是很重要的，对。然后我觉得美颜世家他们是自己的自创品牌，然后他们的选的东西跟他们使用的成分都很天然。哎，怡君不见了，怡君不见，突然被我发现。对，好，哎，怡还在，怡很认真呢，怡超认真的。现在八位有谁在？在的人帮我打个赞好不好？谁在？我都看到你们了。好的，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会选择说，就是它的里面的成分就是哎，好渴哦，好。欸，我干嘛一直搞笑？就是我觉得保养品里面的成分很重要，对，因为如果有一加入一些什么化学的成分的话，对我们的肌肤就会很容易受伤，所以 OK， 这期超棒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那个九点半的时候就先来抽出三位好了，九点半抽出三位，还有谁在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好 ，OK， 那有没有人想要先下单的？对，就可以先那个看你们要加几罐。Hello， 建强，男生也超需要的，而且你很常到处往外跑，所以呢，你真的是很需要敷泥膜哦。它已经慢慢的开始在干裂了，对不对？慢慢，但是它的干裂是舒服的那一种，然后你会闻到那种很像在森林里面奔跑的香味，好像有没有很像那种，对，在森林中奔跑，好像自己是一个公主一样。像是跟像个公主一样。哈喽，
Hello,Susa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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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嗨，最喜欢海藻泥了，我也喜欢海藻泥，但是冰河泥很实用，所以你们大家可以两罐搭，可以两罐搭，噔噔噔，今天真的是还蛮好的，刚好有那个小陈帮我把价钱打上去哦，然后我要先说，如果买十罐的话是免运的，对，十罐是免运。十罐是免运的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在那个直播中，就是可以直接打说你们想要加几罐这样子。咦，是不是不见了？咦，不见了吗？你喜欢冰河泥？经常跟你都还在。你喜欢的海藻泥？海藻泥？欸，我发现今天统计过后，我发现男生都喜欢海藻泥耶，然后女生都喜欢冰河泥，所以女生是比较针对肤色的方面都是比较在意的。那男生的话都针对出油跟痘痘还有粉刺。对，谢谢小陈，你真的是人太好了啦，谢谢。对，赶快下单购买。有没有人想要先加一加二的？我觉得大家可以，如果你们没有用过，对不对？没有用过的话就可以先买个四罐，然后可以先囤货起来。但是我会觉得不如直接十罐，十罐才便宜吧，十罐等于说一罐才119而已。对，官网是399。好，它已经慢慢的干掉，然后大概就是敷个十分钟左右之后再把它卸掉。我觉得你们现在是不是在等我把它卸掉看感觉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是在等我把它卸掉，可以先在直播打说你们想要几罐哦，先记录起来。如果有下单的，有下单的粉丝们呢，我都会登记下来说，有谁是在我的直播中下单的？对，真的不要等到它涨价了，然后它真的就是被很多人推荐之后你们才买，那时候真的是会比较贵。对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经过我的审核过后呢，它是真的可以值得购入的。那个有没有用过的人先出来分享一下，赶快，真的需要你们出来就是分享一下。欸，大家记得按赞，让我看到你们按赞跟按爱心好不好？你们对我的爱是爱心还是赞还是生气还是大笑？我跟你们讲啊，我那个这周六周日我会在新北市，然后到时候哇好多爱心，我看了就是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然后我就是会在那个新北的那个是山区吗？郊区，对，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呀。是谁按爱心了？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是控油的，这边是锁水的。志军不见了，你晚点私我好。但是志军，你如果真的要你如果要下单的话，你可以先在直播中打你的想法，对，这样才可以就是记录一下，因为到时候我就会在直播，我会发留言说，哎，是谁？待很久啊，是谁有下单的，这样子我可以在月底统计的时候记录呀。Hello 美美，美美是不是建厂的好朋友？你建厂的好朋友吗？它已经慢慢有点开始干了，其实它已经开始干了之后，我现在没办法张大嘴巴讲话，因为就是你要让它整个就是有吸收在肌肤的里面，所以呢如果一直讲话可能会有细纹。但是我今天要主持我的节目，所以我非得跟大家介绍这个，真的是很好用。对，其实我在二月份就有开始用了，然后我三月份才开直播，因为我想说我要先试用过，就是我要自己亲自试用过，然后我才可以跟你们讲我的感觉，然后才会觉得说你们是真的可以去购买这个凝抹的，对，不是乱推荐的。嗯，先有谁？现在是谁在里面？帮我打一个赞好不好？然后你们也可以就是 take， 就是帮我那个打那个井号，然后帮我打我爱美颜世家凝膜可以吗？好不好？现在有在的朋友帮我 take， 然后说我爱瑞瑞，美颜世家，我想一下，那个瑞瑞，美颜世家敷凝膜，美颜世家瑞瑞敷凝膜好不好？这样顺吗？好的呀，对，好，我现在就是敷，干了会紧绷，没错，干了会紧绷，很聪明耶。但是它紧绷的那个感觉呢是很舒服的。
Hello, Hi， 这个是陈吗？是不是陈先生？你是姓陈对不对？陈先生，好。他但是他干了紧绷之后，他是舒服的紧绷，他不是那种很像烈烈的那种感觉，他是舒服的，很像有人在帮你按摩的感觉。呀，小陈，谢谢。然后乙跟芝芝还有在，还有那个是陈先生对不对？嗨，嗨，然后对，可以帮我刷个留言，刷个留言数，因为到时候我们等一下30分的时候抽奖的时候呢，先抽出三位，然后三位呢就是可能会比较针对留言数比较高的，会比较更容易中奖。OK， 等等，有没有人想要先加一的？哎，你看他现在已经干掉了，你们是不是在等我卸掉，对不对？大概是敷个10分钟。那如果你是上班，有时候，早上要出门上班的话，比较赶，可以敷个5分钟到7分钟左右。那如果是平常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在想要休息，让肌肤休息，然后保养的好好的去保养肌肤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敷个10分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。好，你看这边，它这边呢是比较，它这里它已经干了。它已经干了，但是没有要叫你把它撕下来，它是沾水之后，然后慢慢的将它洗掉。看 ，OK， 后这边妈妈已经开始干了，已经开始干掉了，也很舒服哎，非常的舒服。谢谢美美、美美姨跟建强，然后晨晨也来了，对，然后呢干了，怡君还在不在？然后。晴晴还在吗？季晴宝贝，千万不要撕掉哦，知道吗？撕掉的话会很伤你的肌肤，好不好？因为它也不能撕掉。好，那我先卸掉这个喽，我先把它卸掉喽，好不好？我要先卸掉了。志军，谢谢。哎，是不是下面可以邀请朋友，对不对？下面可以邀请朋友，你们可以。邀请好友，你们可以邀请好友，就是我那个下面这边分享，我记得是可以邀请好朋友进来看的。邀请好友，你们会使用吗？应该有对不对？应该可以邀请就是好朋友进来。好，好，那我要把它卸掉咯。像卸掉的话，你们才可以看到那个肌肤的感觉。对，那如果那你们有没有对凝膜有疑问的，想要问我的，可以直接下面问，快点，趁这个机会在下面问好不好？对，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，没有关系的，这次就让大家疯狂的留言。好，快点，大肆留言。然后可以直接在你们下面询问我，你们平常想要问我的问题，什么都可以问。然后志军说等等要撕我，你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？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呢？好，分享到我的社团。嗨大家，那我要把它卸掉了。我们在那个卸掉的时候呢，再稍等一下，我们那个30分会抽出我的幸运儿，然后我先要把它卸掉了，我要卸掉了哈，等一下哦。哎，有谁进来看？我看得到你吗？呀、yeah ，然后就是可以用这个，因为我现在在我的房间把它卸掉，用这个沾水，慢慢的把它卸除掉。但是我觉得看你们自己的个人习惯啦，只是因为我想说我要示范给大家看，所以我就特地的去买这个卸妆棉，然后这样子沾水，然后将它卸掉，把它卸掉。你们会看到肌肤，你们它其实是很好卸的。那如果你买习惯的话呢，就是我记得每一次家好像会送一个，就是有点像是海绵的一个物品可以让你卸，买习惯是有送的。然后呢，只要有下单的话，都会送这个凝膜刷。
对，下单会送出你魔刷哦。好，把它卸掉，卸掉，卸掉。有没有看到肌肤是变亮了？有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肌肤是变亮的状态？有没有人在看啊？有没有人在看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疗愈？是不是很疗愈？你看肌肤亮很多哎、欸！我是真的觉得你们，因为真的是很便宜，大家可以就是趁瑞瑞的直播下单是更划算的，这个时候是更划算的。哎、欸，你在笑什么？谁在偷笑？是谁在偷笑？哪个宝贝在偷笑？它很好卸，只是因为我要慢慢的卸给你们看那个感觉。卸掉了，看一下我的肌肤变，就是变亮了，而且不会干耶，而且不会干，不会干，不会干。姨肌肤应该是跟我一样吧，晨晨的肌肤应该也是都几乎都是混合性肌肤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好好卸哦！泥膜真的是很好卸耶，泥膜好卸，来，怎么大家都那么安静？卸掉了，你看。呀，卸完了！你看，姐妹们、兄弟们，有没有看到蛋蛋出现？蛋蛋在哪里？没有蛋蛋啊！而且敏感嘛，那你就可以针对不敏感的地方去做下去做保养使用。而且我觉得，就是在敷泥膜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顺便帮肌肤做清洁。逸轩，赶快！逸轩哥哥，赶快跟我分享买泥膜，你绝对不会后悔的，因为这泥膜真的很好用哎、欸。有看到吗？变白了，整个是变亮了耶。哦，怎么留下来了？好，啊，卸完了。就是我现在卸的这罐呢，是针对控油锁水的。那你们像有些人会很疑虑嘛，就是会觉得说。就是会觉得说，嗯，就是我用控油的泥膜会不会，越敷越干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这个它里面的话，植物萃取是有锁水的成分，所以它这罐是海藻泥，它是针对控油锁水的，所以它有锁水成分，然后它有控油的帮助，我们的肌肤是油水平衡的。所以你看我卸完，就是毛孔呢有吸收到水分之后。看起来比较光滑，肌肤看起来比较光滑了。我没有，卸完了，有没有觉得很亮？有没有觉得我肌肤变亮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肌肤变亮了，对不对？肌肤整个变亮了。一说什么蛋蛋出现，蛋蛋怎么出现了？肌肤整个变亮了耶！而且就是你敷完泥膜的时候呢，你肌肤除了变亮之后，你会觉得它肌肤变干净了。那在后续的话，你可能想要擦精华液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最好吸收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。然后那个价钱呢，就是刚刚有没有那个是阿迪？对，重点是我，重点是泥膜，不是猫咪啦。对，好，然后两罐大概是可以用，两个月左右，如果你是每天用的话，就是两个月左右。真的可以买，真的可以买，真的真的真的可以买。而且肌肤就是一个整个变滑嫩了。你们看我刚刚在敷的时候，敷之前是不是肌肤比较暗沉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敷完了时候呢，肌肤整个是变亮了。肌肤是变，看，感觉就是很水嫩，是不是？
乙有没有心动？乙应该正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下单。你看，而且他没有干哎，他肌肤是整个是很干净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擦精华液啊、乳液的时候是更好吸收的。而且你肌肤如果有做好清洁的话，也比较不容易出油。然后你保养品很好吸收，那肌肤久的话呢，就会看起来比较年轻了。嗨，建强，他已经差不多干了。那我要把这边卸掉咯，我把这边卸掉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就是再抽出来，抽出那个我的幸运儿，我要把它卸掉了。噔噔噔，哎，乙君还在吗？现在还有谁在啊？现在，哎，真的变得很白耶，变16岁。那你是不是要？你是不是自己今天不能跟他玩直播？因为你要睡觉了吗？我把它卸掉了，大家快快下单！如果今天在瑞瑞的那个瑞的直播中下单的话呢，就是可以获得那个直播的价钱，很划算。好，把它卸掉，这个很好卸。晨晨要不要来个两罐啊，亲爱的晨晨？你看变白了，而且有点像是裸妆的感觉，就是很像你有化妆的感觉，就是很像你有化一点点淡妆啊，擦了素颜霜的那种肌肤的感觉。你看肌肤变好了，肌肤变得很好了耶。 Hello， 谁进来了？是谁是谁？记得帮我分享，然后跟邀请好友哦。你要去哪里玩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好，好。然后今天只要有跟我下单的，跟我下单。Hello， 彩修，彩修宝贝，记得邀请。然后你两个颜色都要两罐，真的假的？谢谢逸轩，就是可以等一下哦，就是那个连结在那个直播上面，直播的那个有一个连结，然后你可以先在我的那个直播就直接讲说，对，像我这边就会登记了，就只要这个月有下单的粉丝们呢，我会登记起来，然后下个月我会抽出就是幸运儿，然后我会自己准备礼物送给你，对，当作是我的直播初体验。因为我以前都没有直播嘛，我以前都是以那个我的分享我的日常为主嘛，那我想说也来直播好了，如果真的大家的那个反应都蛮热烈的话，我就会比较常常直播，然后我会就是争取比较多的活动跟优惠，对，一定会比大家自己去购买还便宜啦，对。因为我这个是用了大概我二月份开始用，然后我觉得哎，真的是敷完，因为像我自己用过了那么多的保养品，一定肯定是会有要求的嘛。那我觉得，因为他们自创品牌的话，对自己的品牌的东西主要有要求，然后他们的那个成分萃取成分天然的话，我觉得用在肌肤上面的话，就是会比较有信任感，然后你也会用的安心。现在是不是变亮了？所以，那逸轩你又不会用，逸轩哥哥会不会用？我教你用。卸完了，你看还不赶快下单？哎，真的不下单会后悔耶。也不是想后悔，就是说我觉得是很值得下单的啦。有没有看我刚刚还没有用泥膜的时候的样子？谢谢小陈，亲爱的小陈，有没有想要下单两罐呢？你看我肌肤变好了，有没有看我刚刚还没有敷泥膜的时候的样子，肌肤是很暗沉的。那敷完泥膜之后，肌肤变亮了，很像有一点点带点小心机的感觉。欢迎年龄，对，有点小心机的感觉。记得要邀请两位或三位的好友进来，然后再分享这个直播呢。对，分享直播，然后我之后会抽出幸运儿，然后送出泥膜刷，就是女生非常就是爱用的泥膜刷。好。那你会用吗？一生不会用，我可以教你用。有没有什么保养的问题都可以问我。你看我肌肤整个变亮了耶。那我这个时候擦个精华液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边要不要卸干净？好，看我把它卸干净了。
肌肤是变亮了耶，是不是肌肤变亮了？噔噔噔噔噔，肌肤变亮了。而且它敷完是不会干的，谢谢小陈，真的谢谢你。对，哎，素颜很害羞，因为一般我都是化妆开直播的，然后现在我居然要大的素颜，然后直接跟大家分享保养这块，因为以前我都是拍照嘛，对，那这是直播，超亮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直接聊到十点，直接抽出八位好了，好不好？十点直接抽出八位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按赞，然后多留言哦，赶快把握机会哦。然后下单的话呢，就是可以获得直播的价格以外呢，就是我在下个月我会抽出，就是那个在这个月有跟我购买泥膜的亲爱的粉丝们，会送出我自己的准备的瑞瑞礼物。你素颜跟化妆的美差，真的假？你也会讲话耶，你也太会讲话了吧？但是我讲真的。我刚刚在敷之前，我的肌肤是很暗沉的。对，晨晨，赶快再把那个价钱打上来，晨晨。就是那个四罐是多少钱？刚刚那个萱萱是买四罐，对不对？萱萱四罐的话就是199乘以四，199乘以四。呀，你看，肌肤变亮了，而且你会感觉就是会比较。年纪比较young一点点，像18岁，因为你肌肤变亮了。对，非常的便宜，赶快下单，然后记得在我的直播中，Hello， 慧萍，亲爱的慧萍也来喽，呀，严宁还在吗？严宁也是美女哦，严宁就是来看我直播都是美女跟帅哥，这是我的直播初体验，我的粉专直播初体验，大家来多多支持一下。就是我要今日分享的是海藻泥，对，十罐是免运费，十罐是1190，对，你看我肌肤现在是亮的，耶，而且这个如果就是来晚了，不会，才刚开始而已呢，十点的话直接抽出八位好了，十点抽出八位，然后最后我们再抽出最后两位。然后只要有购买泥膜的话呢，就是美颜之家里面都会附上泥膜刷，那如果你是有中奖的话，还会再多送一支。对，所以那个萱萱都没用过泥膜，男生肯定也要用的，男生要用的。哎，有人会讯息那个伟霆，如果你看我刚刚在敷脸之前的那时候是真的是很暗沉的，然后敷完整个脸变亮，好害羞哦，直接那个哎。这样我要插上我的精华液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我精华液。等一下哦，拿我的精华液。就是这个时候呢，插上精华液是更好吸收的了，而且我超爱精华液的。超级喜欢精华液。现在有谁在啊？在的人就记得打赞，然后如果有分享跟邀请的话，记得帮我打邀请跟分享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等一下抽奖的话呢，就会知道说到底是有谁留言了。而且就是你擦完精华液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按摩，对，一定要去按摩你的肌肤，变亮了。一定要敷泥膜吗？应该说泥膜的话呢，有针对我们肌肤的清洁，然后呢，它里面的成分，植物的萃取成分呢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有锁水，然后跟有水平衡。所以我觉得泥膜也是保养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是不只是你要卸妆、洗脸、化妆水，然后跟你的平常使用的面膜好了，或者是乳液，或者是后续的彩妆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，对。呀、yeah, ，爱你们，好。而且我这周我那个礼拜几，我礼拜六日要跑去新北了，然后那个礼拜三四五都在台中，都跑来跑去的，所以我觉得保养很重要，尤其是在敷泥膜做清当做清洁的时候，平常也会敷面膜，但是我觉得泥膜它蛮好用的地方是可以分区块去使用，因为我直接敷在手上好了。耶、yeah, ，还没有十点，那我先敷在手上。你看，这边是刚刚有擦精华液的脸，然后这边是没有擦精华液的脸颊。然后有，之前我用过很多的泥膜，有些泥膜呢是你敷完卸完妆之后，卸完的时候你会觉得，哎，我肌肤好像很干，因为它
清洁力太强了，所以你会觉得肌肤好干好干。但是你看我这个都只是敷完泥膜把它卸掉了，然后没有很干耶，是很清爽清透舒服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购入。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网美推荐了，如果到时候涨价的话就不要怪我，对，因为越来越多人推荐，到时候它如果要恢复原价的话是就会比较贵一点，所以你们可以趁这个时候直播他们要冲这个泥膜的评价，就可以赶快先下单购买，而且是经过日日认证的，就可以放心使用，安心服用，好不好？安心服用。那我敷在手上好了，我敷在手上。然后泥膜，我刚泥膜刷我讲过，对不对？泥膜刷的重点是什么？泥膜刷的重点是什么？我看有谁真的在认真听直播的？谁？泥膜刷的重点是什么？怎么使用它？我敷在手上哦。然后刚刚那个小陈有帮我把那个价钱打上去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看它很好敷，虾喽配音，你看它很好敷，一下子就推开了，就是不会很干，它是一下子就推开了。看不懂，不是啦，怡君亲爱的，这个是泥膜的重点，那泥膜刷的重点是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抽出的这个赠品的泥膜刷的重点是什么？泥膜刷重点也很棒耶，因为其实我在像我上一次在那个办主持的时候，我也是在讲保养的嘛，就是会分享我自己平常的时候的保养的一些概念跟方式，然后我也是会跟大家互动玩游戏啦，或是找就是会那个临时抽问大家，所以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讲对我刚刚讲的重点，我就会蛮感动的，我就会默默的心里面哭泣，觉得说天哪，居然有人认真在听我讲话，我觉得好感动。泥膜刷的重点，泥膜刷好，你看我已经敷了，这个是控油锁水的，然后呢我现在把泥膜刷再洗干净，我已经讲到重点了，居然还没有人说，对，超棒的怡君，超棒的，就是不能重复挖面膜，就是你一定要把泥膜刷已经卸干净了，重点是恶作剧不会被发现，重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怡君好棒哦，怡君很棒，然后那个涂抹更均也是一个重点，没错，太棒了，哎呦，好，那我现在呢还没有十点嘛，那我现在就是先这边是控油锁水的，然后之后美白的部分我把它涂在这里，哎，我涂在这里好了，因为我的脸已经涂完了嘛。对，就是给比较晚看播的那个粉丝们看，很好涂，非常好涂，对啊，很好涂。而且你们不要想说，就是我现在的肌肤明明就是很容易很容易出油的，很容易长粉刺，那我只要控油锁水就好了，我就不用美白的。但是我觉得是可以两个一起带，然后你可以分区块敷面膜。那泥膜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还没有十点，那泥膜的话要怎么使用它？对，泥膜怎么使用它？哎，好害羞，我整个大素颜在那边问人家问题耶。好了，泥膜要怎么使用它？然后在敷泥膜要需要的注意的地方是什么？谁知道？哎，我刚刚讲好多次哦。来，你看我敷完了。做泥膜刷真的是很好，分区块的时候真的很好用。颜宁还在，颜宁大美女居然还在，怎么那么感动？我喝一下水好了。好，一轩要四罐对不对？感谢你，亲爱的一轩，跟我捧场了四罐。对，因为我就是除了真心推荐呢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，开始有敷泥膜的概念。就是不单单只是说每天只要擦完化妆水乳一周就结束了，那你的肌肤的深层保养也是很重要。今天只有讲泥膜，那下次可能会讲到去角质。那泥膜的话，其实它就是本身就是有清洁的功效了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呢，帮自己的保养品添加一个泥膜进去，很棒，对。卸妆、洗脸、化妆水、泥膜、精华液，后面就是要做乳液，就是锁住前面的所有的保养。那你乳液也是很重要的。那其实保养的每一瓶呢，都是要选择是适合自己的。对，虽然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有品牌的迷思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只要是适合自己的保养品，我觉得都是
都是正确的，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当下的肌肤状况。嗯，会不会觉得我很啰嗦，讲话很大声又很快？欸，我讲话会很快吗？好了，等一下慢慢干吧，还没有十点，我们可以多聊一下，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。欸，还有谁在？严玲跟怡还在吗？还有志军、怡君，还有那个陈先生还在不在？陈先生，这个是怎么念？怎么办？你有没有绰号可以给我？你有绰号吗？那个 YIHSIN 那个，你有没有绰号可以给我？然后那个逸轩不见了，志军还在吗？季晴，然后佩莹、建强，还有慧萍，好。对，你抹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分区块使用，没错，代表还有人在听我说话，太好了，谢谢，然后记得帮我多多点赞跟爱心，然后记得分享，好 ，OK， 刚刚有人要四罐，还有谁？没有人要下单吗？不太可惜了，谢谢逸轩大哥哥，其实逸轩大哥哥你可以直接买十罐哎，反正应该是真的是很便宜。因为如果是默默台，可以去 Google 一下默默台的价格是399一罐，那现在是直播价，就是要冲平价，直播价的话是190，总共是有十罐，对，就是等于说买三罐，然后后面的七罐都是直接送给粉丝。我讲了那么久，居然没有人要跟我下单，我真的是要去闭关两个月了，两个月都那个。不要看到我的照片，哼，难过，还是你们都是要看猫咪的？好，来开玩笑，还没有十点，十点我们再抽出八位。Hello， 慧萍，姐姐也可以敷泥膜，谢谢你的赞，对，多多留言，多多按赞，然后多多分享，然后记得你算数不好。但是你如果没有用过的话，四罐刚刚好啦。只是说，如果有保养的概念的话，就是大概都是会可以直接买到十罐，因为十罐真的是很便宜，十罐才1190，是超便宜的。对，然后它的量呢，它会慢慢干掉，看到吗？它会慢慢的干掉。谢谢大家的赞，爱死你们了。好，它会慢慢的干掉，对，慢慢的，因为它会遇到空气，就慢慢的就是会蒸发，然后呢，就慢慢的有呈现那种干干裂裂的感觉，但它的感觉又是紧绷的，它不是那种干裂，然后觉得说肌肤好像是不是很多细纹之类，但不会，对，四罐就796元，四罐对吧？四罐是199乘以，四罐12345678，对，796，对。就是对，应该是吧，199乘以4 796，然后如果十罐是190，送超大，然后等于说还免运费，然后会送泥膜，然后跟他们自己的洗脸棉。你看我这样好啦，欸，你真的要买四罐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很感动欸，真的假的啦，四罐这样也很开心。所以你要美白跟控油的吗？就是美白跟控油都各两罐吗？美白控油各两罐吗？美白控油各两罐，1199乘以4，对，没错，噔噔噔。好，然后我刚刚要讲的，谢谢逸轩大哥哥，感谢。快点，大家还要下单就记得在这边留言，然后我会登记，下个月呢我就会统计，就是这个月有购买的粉丝们呢，我就会自己在掏腰包，然后送出礼物，嗯。看，没错，看有没有变年轻更好，我觉得会耶，因为你不要都不敷面膜，然后敷泥膜，就是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要做的，就是肌肤的那个过程中是一定要有泥膜的这块东西，嗯，而且泥膜你可以敷少量啊，敷一点点就好了，或者是，但是肯定一定要盖到肌肤，就是肌肤的颜色是要被盖过去的。现在有十个人欸，现在有谁在啊？现在有谁在都不讲话，好。欸，我在讲到有点那个好口渴。好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它的那个用量大概是可以用两个月左右，看你的平均的用量，对，就是要把肌肤颜色盖住，然后大约是用两个月左右，两个月左右差不多，嗯，除非你是每天用，就例如说我可能我的鼻头是特别干的地方，就是可以针对鼻头的区块就一点点就好了。
对，就是敷 T 字部位就好了。然后美白的这个呢，就可以敷在可能比较容易晒到太阳的地方，就是可以敷这边，这边是很容易晒到太阳的地方，紫外线非常的强烈的时候，晒黑的地方总是脖子，都是脖子，然后跟那个，其实我可以敷脖子给你们看哎，因为其实我脖子还蛮黑的，尤其是我去年去澎湖拍照啊，外拍的时候，整个晒超大的，真的，我可以敷脖子给你们看，等一下我刚刚看得到吗？这镜子，如果是敷脖子的话呢，一定要往上，知道吗？亲爱的大家，一定要往上，还没有十点，还有谁在帮我留言好不好？我直接敷上去。脖子也可以敷哦。上次有买的人是谁啊？好像在里面。哇，你看，对 ，OK。然后一样，大概就是敷个十分钟，很舒服，它的香味有那种好像在拍电影，然后我是森林里面的公主的那个香味，很放松，很放松。好，然后记得腹部，这样我要一直往上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就是我现在一直往上，因为我不可以让它有波纹，你知道保养是这样，要非常的勤劳，因为你不可以这样啊，如果等下它干的话，它如果等下干了就会有那个小细纹所以你们肯定，那你们都要往上，知道吗？然后盖住那个肌肤的颜色，而且像我是不是晒黑了？如果我用完的那个感觉是更明显的，这样子打开像这样子，这是打开的样子，然后你磨刷，再你磨敷在脸上，敷在你想要美白的区块。现在还有谁在啊？现在我是不是快感冒了？已经快干掉了，这个是控油的，然后这个是美白的。宜君是不是不见了？宜君不见了吗？宜君，这样我一直往上所以那个还没有十点，我们十点就来抽出八位好不好？我们十点的时候抽出八位。看得到直播里面有谁吗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看得到严宁还在，严宁。好的，那就是一定要往上哦，不然就是那个小细纹就会很明显，所以我们一定要，不管是保养的时候，都肯定就是那个要针对那个肌肤的纹路，像在擦保养品的时候都一定要往上，擦精华液也是，敷泥膜的时候，使用泥膜刷的时候也是 ，OK。谢谢小纯，对，太感谢了，他已经慢慢的在，嗨，志军进强耶， yeah， 好呢。就对我要看说谁会看到最后，我真的会很感动。然后就是它这个是控油，这个是美白的两款，然后等一下就卸掉，然后比较一下我肌肤的颜色，因为我想说我直接开直播给大家看会更明显，因为我是拍照的话可能就会还是会有差这样子。你刚刚电话中没听到，好啦，你如果不会用的时候你再问我，那我就是帮你加二，就是美白两罐，然后跟控油锁水是两罐，然后你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分区块敷，因为它都会送这个给你，就是美颜世家会送这个泥膜刷给你，然后你可以分区块去敷，这样子来刷存在，太可爱了，就是对分区块敷 ，T 字部位容易出油吗？还是你的脸颊容易偏干？还是你的下巴容易长粉刺呢？还是你的鼻头比较容易长痘痘呢？鼻头不会长痘痘啦，你的鼻头容易有粉刺吗？谢谢大家的爱心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了，它已经干了，那我先把它卸掉好了，我先把它卸掉哦，等我一下哈，把它卸掉。志军，你刚刚要问我什么问题啊？志军，谢谢小陈。小陈，你怎么那么晚才要出门？姨还在耶，姨有没有兴趣？你长过没？真的假的？很少人会长在那个地方你那时候是不是压力太大？
你是不是设计的工作压力太大？卸掉了。哎，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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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要往上。好，就是脖子也可以敷啦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泥膜的话，如果而且又那么便宜，对不对？又那么便宜，又是瑞认证，其实你身体也可以敷，手臂啦也可以敷。敷完了，老公要买宵夜。叮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敷完的，敷完了变白了。然后这只手比较暗沉一点，没有敷的，然后这只有敷完的，就变亮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是干，很干净，你就觉得就是肌肤变得比较干净。后面的那个呢，就是那个精华液啦，乳液就会比较好上。好了，要做最后那个了，我们今天就到10点半哦，亲爱的大家。让我知道有谁在吧，然后有下单的粉丝们我都会记住。要去买什么宵夜？好想吃哦！现在有谁在？现在它已经慢慢干掉了，换到慢慢的干掉。然后泥膜的话，像我自己使用大概都是2天用一次，就是我自己啦。比较有空的话，2天用一次，就是我大概是保养的话，我都会花个2个小时。一天大约是2个小时，那如果你有运动的话，可以空出一天的半个小时或是1个小时运动，然后喝水呢一定要多喝，对，因为像我自己不是天生丽质啊，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很容易长痘痘的，然后我都会长在脸颊，然后就会有一些痘疤什么的，那就是后续比较爱保养的时候，就会去了解保养这块啦，然后会想要去深入的锅烧意面。哎，半夜吃锅烧意面感觉很爽哎。它已经慢慢干了，等下就把它卸掉。噔噔噔，哎，季晴，你有敷了吗？季晴，你上次是敷哪一罐？你上次敷哪一罐？因为脸这边我已经敷完了嘛，那我就敷脖子，因为我脖子其实很容易晒到太阳，然后就会比较容易暗沉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是不是你们在等我抽奖，对不对？可以拍娜美人了。哎，全身涂完也是需要大家来帮忙哎。你可以请你老婆帮你涂全身好不好？对，可以帮你涂全身。等一下哦，我要抽奖，我要抽出8位，然后10点半以前我会再抽出2位 ，OK？等一下要抽出2位，而且它干完它有点热热的，可能是脖子比较有感觉，会有点稍微有点热热的感觉。现在有谁在？现在严宁还在，严宁是那个很常看到你，严宁有看过我本人，严宁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我的那个服饰有在就是二手拍，或是我的全新网拍，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社团，然后加入我社团之后呢，可以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物品。然后我预计会在下个月的时候我会去日本，对，到时候可以再帮大家挖一些好物，我觉得很可爱的啊，或是一些保养品值得买的啦，彩妆品等等的，大家可以跟我聊。好，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个抽奖的。你敷绿色的这个吗？所以你是敷这个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你觉得如何呢？你觉得如何？它干了，它就有点变，它就变白白的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概再等个3到5分钟，再把它卸掉就可以了。OK？ 哎，是不是听到我妈在讲话？好，你敷控油的控油霜，那你有什么不会用的地方吗？你可以问我。如果是4罐刚好，如果没有用过泥膜的话，就可以先从4罐开始下单，然后10罐的话，可能就是平常有在用泥膜的人，可能就会觉得泥膜真的是还蛮耗量的，因为你如果爱保养的，就觉得敷泥膜是很放松的，就是你在敷泥膜的时候是很放松的时光，敷完变亮了，对。上次季晴是买了2罐还是4罐？志军，我觉得你是可以2个都买，可以跟那个逸轩一样，可以跟逸轩哥哥一样。OK， 那我现在要抽奖咯。
我要抽出我的幸运儿了。和我的幸运儿是谁呢？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程式打开。等一下哦。其实我可以把它卸掉了耶，就可以把它卸掉了。一二三，什么一二三？两罐。然后，等一下哦，好。来，有没有很期待到底是谁？等一下我把它卸掉。哎，大家记得那个，记得多留言，多留言，然后多分享，然后多那个，多邀请好友。我们今天就到十点半，我看谁会陪我到最后。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开粉专直播啦，对。一定都要往上。我看得到志军，我看得到。那逸轩，逸轩要记得下单哦，实在太感谢你了，因为也是真的很便宜啦。噔噔，有变亮了吗？因为我才敷一下下而已，而且我脖子，因为我很常到处旅游嘛，所以我脖子比较容易晒黑。虽然我平常很常擦防晒，但是基本上呢，其实防晒品它只是防晒黑而已，啊，不，它防晒伤，它没有完全的防晒黑。这是我上课学到的，嗯，等一下哦，哎，跑去哪里了？噔噔噔。现在有谁在？可以帮我打说瑞瑞敷泥膜吗？瑞瑞敷泥膜。然后我这周也会敷，哦，我这周也会就是开直播，在一样在我的本专开直播哦。噔噔噔。哎，剑锋没有来耶，剑锋上次他买了四罐，然后有一个粉丝他买了十罐，怎么都没有来？可能没有跟到直播吧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没有跟到直播。等一下要抽奖，现在姨还在姨，姨姨姨姨，噔噔噔，哎，等我一下，谢谢，好，哎，你们先留言，然后我先找一下那个抽奖机，我今天有那个啊，就我今天有抽奖啊，等一下我今天有抽奖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你们，爱死你们了！哎，你们下次想要看我直播什么样的主题，你们会有兴趣的？想看怎么样的主题？等一下哦，嗯，好，有了耶。奇怪，你们下次想看怎么样的主题？晨晨还在耶。我再找一下，哎，好像找到了。奇怪，我今天明明就有找到啊！原来要加什么？要啊，亲爱的逸轩，我以为你知道耶。抽奖直播，抽奖好呀。哎，其实我真的就是蛮害羞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开直播分享这个泥膜的时候，真的是还蛮害羞的，因为是整个是大素颜的状态，然后你知道女生素颜呢，就是要又要有点害怕让大家看到素颜，所以我素颜应该不会跟我照片差很多吧？这个沾到我的泥膜，等一下再把它卸掉，沾到泥膜了。那逸轩的话就是。记得要在那个上面的链接去做下单哦。对，看他们打的，嘿嘿，太可爱了。对，然后还有谁？哎，我是不是太晚开了？太晚开了，比较没有什么人吗？对不对？我正在找了，奇怪，我今天有抽奖哎。等一下哦，我今天已经有抽奖。哦，有了，等一下，好，有了，等一下哦。就是如果我下个月出国的话，你们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啊？下个月出国的话，谢谢姨轩轩跟志军，还有
建强，然后还有这个是晨晨。哎，晨晨都没有跟我讲你的绰号是什么耶？你的绰号？抓留言。哎，有都取了。好，那这样我要抽出八位，我抽出八位八名，抽出八名。等一下哦，抽出八名。你上次遇到什么？看一下有谁留言。美美来了，美美，你刚刚怎么刚刚没有看到美美？美美刚刚跑去哪里了？我应该会去那个大阪吧，就道顿崛那边，然后我一样会开直播。等一下哦，你会不会想要揍我？晨晨，谢谢晨晨今天来帮忙。好可恶哦！我今天明明有抽奖哎，我今天有抽奖，哎，你们不会想要揍我啊？你们不会想要揍我说，到底是要多久啦？都要我要等，到底是谁看到底是谁哪个幸运儿？好啦，快点！总而言之，还有没有人要下单？还有没有人要下单？赶快下单！快下单！哎呦！所以逸轩你要两罐控油跟两罐美白吗？还是你要混搭也可以？就是你也可以一罐美白，然后跟三罐控油锁水，当然 OK 的。志军呢？等一下哦。哎，有了耶！有了，好，我试一下哦。好。参加的人有196个人，196个，然后 take 两位好友 ，OK， 好，那我要抽出八名，好 ，OK， 给你们看一下，哟，等一下，哦，好近距离看到我，有吗？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要直接抽奖了，这样应该就可以那个看得到，有看到吗？抽奖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吗？有看到我吗？哎，不会没有吧？他怎么没有出现？你去下单，好，谢谢你。这个八位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，亲爱的大家？谢谢逸轩的捧场，真的有看到吗？八位，这个是 Open， 然后跟俊安，还有志军，还有敏敏，还有命，还有那个佩晨，然后跟 LIU， 还有季晴，恭喜你们得到泥膜刷一个，对，泥膜刷。然后今天只要有下单的大家呢，我就是会那个会登记，然后再。会抽出就是有下单的那个粉丝们。Hello， 慧萍你来了哦。哟，好，来，刚才我房间好乱哦。耶，晨晨你有抽到了，然后记得要私讯那个美颜世家，然后留你的电话姓名跟地址 ，OK。谢谢萱萱，好啦，最后的总结呢？欸，是不是看到我很乱的房间？我的房间还没有整理好。好，就总结呢，就是两罐的泥膜，我刚敷完了，肌肤就是变得很亮，然后它有清洁的功效，对，它有清洁的功效，然后他去睡觉了，没关系，你再叫他直接私讯就可以了，叫他直接私讯那个美颜世家就 OK 了，对。然后等一下在10点半之后呢，我会再另外抽出两位。好，然后就是两罐的价格呢，就是229，然后如果你购买十罐的话是1190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用过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不知道效果如何，你可以跟萱萱一样，然后买两罐，哎，买四罐，然后你就可以混搭这样子。哎，我现在真的好素哦。现在有谁在？好，
然后呢，就是而且它的那个质地是很亲肤的，就是质地很亲肤，然后不会伤肌肤，就是我自己个人瑞瑞蛮推荐的泥膜。等等等，然后记得就是在那个在那个链接去做下单 ，OK。然后你们如果犹豫的话呢，可以看我等一下的那个直播的回放，就是我一开始是卸完妆、洗完脸，然后擦完化妆水的样子，是肌肤比较暗沉的，对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？赶快问最后的，剩下最后的15分了，有没有想问我什么问题的呢？噔噔噔，哎，我这工作室好乱。你是花不是圣诞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现在还有谁在啊？那我把我最后的保养上完好了。现在还有谁在？现在还有谁在呢？噔噔噔，就我会擦精华液，精华液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敷完泥膜擦精华液的话呢，就更好吸收了。慧萍，好的，晚安，等一下我也要休息了，然后呢？它就会很好吸收呀，yeah, 好多人按赞跟爱心哦，爱死你们了！噔噔噔噔，就是敷完泥膜的话，会觉得肌肤变得比较干净，然后比较清爽，肌肤变得比较亮。平平儿，最后的15分钟了，然后我会那个擦护唇膏。我会擦护唇膏，然后擦乳液擦完之后，我会擦那个睫毛膏，我会擦睫毛膏。晨晨，好啦，那就是还有没有人想问，就是那个有关于保养的问题呢，或者是其他的平常想问我的问题，可以赶快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下面留言。志军要去洗澡了。怎么那么晚才洗呀、啊，志军？那么晚才洗？还有谁在？现在？哎，我现在肌肤是变得很亮，对不对？就我刚刚开直播的时候，肌肤就比较暗沉，有人发现吗？是不是有人发现吗？对，等一下哦，最近擦睫毛膏，我会擦睫毛膏啊。而且我礼拜二的时候去打雷射，你找不到可以取货的超商，真的假的？怎么会？不然等一下你私讯给我，我帮你看。我擦乳液，敷完泥膜的时候真的是很好那个哎、欸，擦保养品哎、欸，超亮。平平要不要来个两罐？今日泥膜的活动。很亮，素颜哦。哎，刚好你们陪我一起保养哎，你们陪我一起保养。你找不到可以取货的那个超商吗？好了，然后擦完护唇膏，这样就可以睡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其实敷泥膜的话呢，其实。就不会真的不会花很多时间，然后大概是你可以在保养的过程中可以花个7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是不会很花时间的。OK， 对啊，就是我会擦个这个是生长液啦，就是那个睫毛的生长液。你看，其实我睫毛还蛮长的，就是你们如果有看到我化妆的话，就是都是没有贴假睫毛，就是我不贴假睫毛的。对，然后我都是直接擦那个睫毛膏，下次再来个彩妆直播好了。你怕过敏？最近长很多大痘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比较大？对不对？最近好快，快要10点半了。现在还有谁在？现在谁在？如果有人买10罐的话呢，我就送出我的相本，
有没有？我就送出我的相本。有谁买十罐？有谁买十罐，我就送出我的相本。好啦，就是也是最后的总结了。嗯，那就是今天呢，看完这个直播之后，大家如果下单的话呢，可以看要两罐、四罐或者是五罐、六罐、七罐、八罐，其实十罐是最划算的。那如果没有用过的话，可能想要先试一下功效的话，就可以先买个两罐，然后你可以控油锁水或者是亮白这样子。要跑到凤山去，那不然你可以公摊，可不可以就直接寄到你家，这样也可以。就你方便吗？直接在你家做取货，这样可以吗？每个月会心情不好，哎、欸，现在晴晴还在耶，嗯，对，然后呢，就是，大约是使用两个月，然后它的那个质地，刚刚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了，就质地很清爽、清透，然后很滑顺。所以今天大家陪我下播，哎，现在还有谁在啊？现在，哎、欸，谁留在最后的？谁留到最后一秒的？是谁？我一直看到姨姨还在耶，怎么那么感动？姨姨是不是挂着？欢迎 Jackie， 欢迎 Jackie， 我亲爱的 Jackie 来了，一样可以在最后分享。你怎么在最后十分钟才进来？谢谢平平啦，大家都对我的支持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。然后就是你们平常有留言互动，我都有看到。对。Hi Jackie， 对，我都有看到留言，就是只要我发文的话，你们有回应我的话，我都会记得就是谁回应，然后我也会就是回馈给大家，就是更多的活动跟好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对，赶快下单，因为我上次也是发现还蛮多人都是看完直播之后才下单的，这样子也是 OK 的。然后你们有下单的话，在这个直播记得要做记录 ，OK。其实晨晨很了解，因为晨晨他之前有买过那个美颜世家的那个火山泥，对，所以他很了解。不过他们现在的话可以那个Seven 跟全家做取货了，然后也可以直接寄到你们家，就是你可以留地址，对，基本上他们有配合全家，然后跟那个 Seven 做取货，然后还有那个邮寄，可以直接寄到你们家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超商离你们家比较远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寄到你们家，是最方便的。新进来的朋友记得要那个留言，然后跟那个邀请好友，邀请三位、两位、100位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等一下我会再抽出最后的两位，刚已经抽出8位了。对，刚抽出8位，然后记得要在3天内去私讯那个美颜世家，然后就是说你有中奖，然后你可以把直播的截图给他们，这样子看就会比较好。就我在最后我也会再跟小编说一声。好，因为如果预期太久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办法送你魔刷了，对，因为他们也是要作业嘛，也是要去寄货这样子。呀，哎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吵？不会吧？好啦，那今天就是。大概也是跟大家真的是聊蛮多的，然后我这周的话，礼拜日也会开播，礼拜日也会开本人直播，然后其他时间呢，就是会不定时的开直播，因为我算是直播的初体验啦，之前的话都没有就是本专开直播过，想说现在开始的话，可以用本专直播来跟大家就是不一样的互动，然后可以跟你们多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。Jackie 现在才进来，所以小陈之前有买过火山泥，用的如何？怎么了？机器你在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平平不见了。然后萱萱可以吗？萱萱你要跑到凤山去吗？还是，哎，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肌肤很像有上妆的感觉？我没有上妆，是真的是卸妆，真的是卸妆的样子。我去拿那个化妆棉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现在是完全没有上妆哦，完全没有上妆，连什么心机的素颜霜都没有擦，完全都没擦。你看，完全是没上妆的，一点妆都没有，一滴点都没有，是完全素颜的，完全是大素颜的状态。而且我刚刚那个头发不小心沾到那个凝膜了，你看，
完全没有妆，完全是素颜的。所以泥膜是不是真的是超重要的？哦，好哦，谢谢逸轩。那你可以在那个，你可以在那个连接上面呢，就是选择说你想要怎么样的泥膜。你可以选择说你想要控油比较多的，或是你想要美白比较多的。如果是女生的话，我发现说女生会选择冰河泥比较多，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那个一起使用，对，不是混在一起使用，是分区块使用，分区块使用，OK。那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问我，头发要变白了，对，这边，然后用完记得跟我分享感想哦，跟我分享感想，用完的话，现在还有谁在啊？现在还有谁在？突然很想唱歌哎，好了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？哎，大家都没有问题吗？大家都没有问题吗？除了聊保养，你们还有没有想要聊其他的呢？素颜也好美吗？谢谢，好感动哦，代表我保养有成，代表我保养有成，真的，因为我以前素颜是不太能看的。我以前素颜的话呢，是皮肤很红，然后我的脸颊很多痘子。那之后的话，因为接触了就是这个的工作之后呢，会更注重外表，更注重保养，对。你差不多要出门了，我刚好也是开到十点半耶，晨晨，谢谢小西宝贝，然后谢谢逸轩今天跟我捧场了四罐，耶、yeah ，好，然后如果其他各位大美女粉丝们，如果真的觉得不错用的话，真的可以在那个我的发文上面去做下单，好不好？现在有谁在啊？现在有谁在？有哪个宝贝在？可以帮我打一下美颜世家泥膜吗？美颜世家泥膜吗？那也可以说你们最喜欢冰河泥，还是你们喜欢这个海藻泥？你们比较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？你们对哪个最有兴趣了？品品呀， yeah， 一直帮我按爱心，对，好，你们对哪个有兴趣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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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谁？等一下呢，激情！哎，刚刚有中奖的，记得要去私讯美颜世家 ，OK？ 记得私讯美颜世家。应该说你们不用截图啦，因为我会自己跟小编说一声这样子。哎，今天晨晨来超级久的耶，今天晨晨来很久，然后那个逸轩也是很谢谢你，我觉得你会爱上敷泥膜，而且现在的工作压力大。敷泥膜真的是还蛮放松的，因为在那个十分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好好享受保养的那个过程，是真的很 relax， 真的就是觉得哦，对，像王子一样，就是被人家做保养的感觉，真的是很放松又很舒服。哎，我现在真的是素颜，大素颜。哎，我以前都不敢素颜，我以前就是我出门一定要擦那个粉底液。现在是还可以，还算是可以素颜出门啦。对，这个是美白的哦，所以我拿这罐是美白的。然后我这罐是控油锁水的这罐。然后而且哦，对他们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瓶身，这个是玻璃瓶的，你听到声音吗？他们是玻璃瓶，所以他们的那个厚度很厚，玻璃的厚度很厚，所以保养品在里面呢比较不容易遇到空气之后会干掉，这蛮重要的，就是它不是塑胶瓶，它是玻璃瓶，你扶着去公司一定会上爆料公社的，你放心。好啦，对，太爱你了。好，对，那就是如果有不用的话都可以问我，私讯问我也可以，然后私讯我的粉专，然后你收到的时候呢，就是像这样，它的盒子是这样子的。收到的时候盒子是长这样子。好，放错了，这个是美白的。收到的时候是像这样，然后只要有下单的话呢，都会送一支这个泥膜刷，会送泥膜刷，对。然后就是我刚刚讲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准备来下播了，然后呢一罐，等一下哦，四罐。就是我现在点入这个连接里面，1到3罐的话是229，
那如果你是四到九罐的话，每一罐都是199。那如果你是十罐的话，满十罐或者十罐以上的话是119，然后是免运费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看完直播下单是更划算的。OK， 是不是觉得我很像擦完那个防晒的感，擦完那个粉底液的感觉，然后很亮很清透？现在是完全大素颜，完全没有上妆。没上妆素颜，是不是觉得肌肤很光滑？因为凝膜的话有帮助我们的肌肤做清洁，清洁，然后跟帮助我们的肌肤的油脂跟水分去做一个油水平衡。那达到油水平衡了之后，你肌肤有做，你肌肤有充足的水分的时候，跟你后面的精华液真的有吸收进去的时候，肌肤就会渐渐的亮起来了。所以凝膜是不是很重要？凝膜跟面膜都很重要，只是说凝膜它很方便，凝膜分区块敷，然后凝膜你可以看肌肤每一块的状况都不一样，然后下去做敷脸，所以凝膜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刚好也可以趁着这个直播购买到便宜的价格。好啦，我今天碎念到这边结束了。欸，我是不是很会碎碎念？你们 会觉得我很吵？我刚问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吵，会很吵，会吗 ？Jacky 有没有那个分享小西宝贝？你就今天真的在最后才来耶，最后辛苦你了，要顾小孩对不对？辛苦了。然后记得那个凝膜刷一定要清洗干净，在使用在这个凝膜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洗干净哦，不可以用完美白的再去用控油的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那个里面的那个成分就会混在一起。OK， 一定要处在那个新鲜的状态，好吗？嗯，好。然后你们，然后如果购买十罐的话，它会有送一个洗脸的一个海绵，就是你沾水它就会膨胀的一个洗脸海绵。好。那在卸的时候呢，用那个洗脸棉轻轻的轻柔，然后跟清水混合在一起之后卸的话呢，就会很干净了，所以不用太大力的去搓揉。然后敷凝膜的话，大约是敷十分钟左右。那如果是早上比较赶时间的话，大概就是敷5分钟到8分钟左右。嗯，好啦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？都没有问题吗？各位同学都没有问题要问我吗？凝膜刷，那我们就要抽出最后两位。哎，都没人问我问题了，你们今天那么安静，我又不信你们跟朋友聊天那么安静。要 take 两位，好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谁，重新更新一下我的直播资讯好了。现在有谁在啊？有谁在？在的人帮我回应一下好不好？嗨嗨嗨，等一下哦，因为上次也是遇到蛮多都是看完直播才下单的。对，那你们就等一下就可以点入那个订单的网址好吗？订单的网址。现在还有谁在呢？都没有人在吗？品品呀，晨晨，对，好，那我要重新，我要再抽出最后两位了。大概是在八分钟，我们就要下播了。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聊天一下。等我下播再出门，还有8分钟多耶。等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直接抽出我的幸运儿了，好不好？凝膜刷有两位，凝膜刷最后两位，很期待耶。今天到底是谁？最后到两位是谁？等一下，我的音乐没有了。好。依依，然后小溪，然后今天很谢谢有下单的粉丝们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等一下哦，因为那都是你们对我的支持跟信任，好吗？那我之后就是会再找出更多的活动给你们。好，哎，那如果你们有想要旅游的话，什么住宿的相关的讯息也都可以问我，没有关系。是我家的猫又在叫了。我家后面有一只猫咪在那边，幸运儿，对，幸运儿，瑞的幸运儿。好，我要抽出两位咯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家的猫咪，我家的猫咪又在叫了。等一下哦，我抽出两位。等一下，刚刚你们看到很乱的房间。
一下。好，嗨，好近距离哦，天哪！来看一下，就是好，那我现在要抽出最后两位咯。好好近距离哦，真的是好害羞。最后两位是谁呢？诶，有没有那个、啊？好，最后两位是佩影跟 Open。诶， Open 刚有重复到了，那佩影在吗？佩影在不在？如果佩影不在的话，再重新抽出两位好了。佩影在吗？刚刚 Open 是不是有抽到？Open 刚有抽到，对不对？佩影不见了吗？佩影还在不在？亲爱的佩影还在不在？因为 Open 刚刚好像有抽到， Open 刚有抽到，对不对？你们刚有发现吗？ Open 有抽到，所以这样要重新再抽一次。佩影还在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他不见了。所以说咯，不要离开直播。佩影不见了吗？佩影不见了。哎，佩影是不是不见了？忘了。来，等一下，好。好，重新抽奖。等一下要重新抽奖哦。等我一下。佩影不见了哟，佩影呢？好吧，那我重新再抽一次。奖项，泥魔刷，我打一个字就好了。OK， 佩影刚刚不见了耶，佩影刚刚有来对不对？赶快回来哟，刚刚的大家赶快回来哟。噔噔噔噔噔，两位是谁呢？是哪两位呢？这还在吗？平平跟陈先生还在不在？最后两位要点名，看谁有没有待到最后。最后两位点名，平平跟晨晨还在吗？快点，19876543210，19876543210，还在吗？平平，你不见了吗？不见了，哎，是不是他们都不在了？他们不在了吗？哇，太可惜了！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哎，很刺激哦！在，好，那张还有再抽出最后一位，抽出最后一位哦。好，晨晨在 ，OK 呀、yeah ，好，标记两位。来看是谁，最后一位在吗？有一位，太好了。那这个还在不在？这个屁屁还在不在？屁屁还在吗？屁屁，快点，屁屁不在了吗？屁屁嘞，皮皮、逸轩跟季琦，然后晨晨正在呼叫你的亲爱们，不要离开，不在吗？好吧，太可惜了。最后两位就像抽出有在线上的这样子，应该还就比较刺激一点点。不在哦，好吧，皮皮不在，太可惜了，无敌可惜。好，最后一位，刚有中哦。好，你在，好，欢迎你回来。那就是那个我们抽奖到这边结束了，抽奖到这里结束。好，要换回来哦，看，你们看到我了，就是抽奖的话就到这边结束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今天很感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。对，你刚刚有中。想说，哎，刚刚真的差一点点呢，差一点点，刚刚就是要抽到别人了，还好你有回来，所以不要离开我的直播间嘛。好，所以最后大家还有问题要问我吗？该不会都没有问题？
不会啦，不辛苦，就是有你们陪我就很开心。因为我最近的话可能就会开始就是在脸书直播，因为我之前都很少在脸书就是直播嘛，想说就可以开始跟大家就是在荧幕上有一个互动这样子。谢谢你们了。哎，现在还有谁在？我看谁看到最后。小溪还在耶，小溪跟慧萍还有皮皮跟季晴、逸轩还有陈先生。哎，晨晨都不跟我讲你的绰号是什么，晨晨，然后还有那个陈先生，不是啦，就是晨晨，就是女生晨晨，但是他有一个是 Y I H S I N 那个晨晨，对，然后那个是依依，依依今天没有抽到你没关系，如果你们真的对柠檬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赶快就是按那个连结去下单，然后选取你们想要领取那个柠檬的地方。很方便，就是很方便，就是你可以 Seven 或全家或者是那个邮寄都可以去收到我今天敷的这个柠膜。对，今天瑞瑞看起来很像素颜，对不对？其实跟敷柠膜也有很大关系，因为帮我们做二次的清洁。好呀、yeah! 晚安大家晚安。志军还在吗？志军，我看谁在最后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哦，依依，那我叫你依依好了。依依耶，开开开开真的是来晚了，开开，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你们陪我到最后，要跟你们说声晚安咯。然后今天有下单的粉丝们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好，那如果有下单的话，记得要来粉专跟我去稍微登记一下，因为我会登记说在这个月有谁就是下单的。那下个月我会会抽出就是我的幸运小朋友送出礼物。好啦，晚安，大家快点最后来跟我说声晚安吧，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 晚安小溪宝贝，晚安，然后季琪晚安，慧萍晚安，依依晚安，然后依依晚安。诶，有一个依跟一个依依耶。好啦，你们早点休息，然后我们预告一下这周的礼拜日也会开直播，那没有意外的话可能礼拜五也会来个惊喜直播之类的，那基本上我都预告，所以呢记得要跟上我的直播。好啦，那就是到这边咯，要跟你们 say goodbye 咯，要跟你们 say goodbye 咯。那你们早点睡，不要太晚睡耶，然后结果常熬夜的又是我。对，其实我真的还蛮常熬夜，有时候写稿写到很晚。好啦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记得我发文的话记得看到要按赞，然后跟留言哦，记得多多的跟我互动，谢谢你们。拜拜，素颜的日瑞的日常，再见，拜拜。然后对，那就是最后的话，下班你去按那个连结下班，知道吗？下班，应该是买四罐比较划算，哎，十罐最划算，但是四罐的话是针对可能还不晓得感觉怎么样的，就可以先购买两罐这样子用。好啦，谢谢你们的爱心，我都看到了。我看到爱心，好多爱心哦！好啦，爱你们，拜拜。